中正大学在民雄的翁来禅宾啊，卖跨一笔增卡收灾，它可是孕育出许多杰出人才的摇篮。中正大学曾经获选全国最美校园的美名，自然景观丰富。二月份有小叶懒人，三月份有黄金风铃木，五月份有凤凰木和阿伯乐，六月有彩虹詹娜，冬天有木氏鹰、羊皮甲、燕子精。不但是民众休闲踏青的好收宅、拍照打卡的圣地，也是偶像剧《流星花园》及国片《卡罗》的拍摄地哦。除了有美丽的校园景色外，学校长期致力于前瞻制造系统的发展，凭借着位于台湾西部精密机械走廊的地缘优势，与产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另外还设有高龄跨域创新研究中心，建构台湾全人整体社会照顾的多元创新模式，借由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促进台湾高龄者的健康与幸福。中正大学里还有一个厉害的社团组织，是由一群非校友身份却认同及关心学校的中小企业主及各行各业精英所组成的中正大学之友会。你敢知呀？中正大学之友会是什么？我来讲给你听。我们有三大核心价值，第一个是产学合作。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各行各业的高手啊，不仅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更有真才实学的业界技术，协助学校与产业建立沟通平台与合作桥梁。第二个，跨界交流。我的会员来自365行，每一个人的专业800块都中有。你可以在这里认识跟你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交换不同的社会经历，累积庞大的人脉和资源。第三个是社区连结，借由每年举办学童亲子写生比赛活动，促进民众对高等学府环境的认识，感受中正大学校园之美。在写生比赛活动中，我们鼓励学童发挥个人创意，行塑中正大学，也在美丽的校园里提供亲子同乐的机会，落实本会与中正大学共同推动社区服务的理念。凡加入中正大学之友会的会友，学校会提供一张贵宾通行证，让您可以自由进出校园，并和学校教职员一样，可免费使用体育馆设施、图书馆借书服务和校外特约厂商优惠哦。每年也会举办各式各样的精彩活动，有强健身心的登山活动及高尔夫球联谊，心灵放松的国内外旅游，还有丰富视野的资源分享讲座，不仅增进会员彼此间的感情，还能结交不同领域的精英人才，扩大您的交友圈呢。是不是觉得有点心动呢？赶快来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创造更丰富美好的生活吧。中正大学之友会诚挚邀请你的加入。